这几个老铁好像在比赛，划船比赛。这几个是在干嘛？是在划船训练，非常悠闲，非常潇洒。我能像你们一样潇洒就好。很多啊，我想做的事情，我却做不到。这里是嘉兴三塔，运河上的地标。很多人呀，没有来过嘉兴，但是肯定听过这个嘉兴三塔。这个东西啊，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在里面。古时候你坐船到嘉兴这一端，晚上是没有灯的，你不知道到哪里了。但是看到这个三塔，你就知道已经到运河的嘉兴段，大概是这么个情况。这旁边啊是新的运河公园，还是建设的不错的。这是什么？健身器材。运河公园旁边啊也是有各种不同的健身器材的，水里也能健身。就像这样。